好了，我是麦桑，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个超级兴奋的事情，就是在今天我在抽 S 级符文信的时候，我就拿我猫的手给它抽下去，结果真的给我抽到直龙拳啊！你要知道那个兴奋，就是我现在抽到 SSR 的感觉，抽了大概3个月啊，终于给我抽到直龙拳啊！哎。的时候可以测试给那些想要知道直龙拳到底是怎样的修罗观众们，来，我们就直接测试。我料理已经吃满了，就是石头啊料理 OK， 我们就来测试 OK。 3 2 1，你看到没有三格哦，以前的修罗是打一只吗？它是这样一条龙转过去，有没有变强啦？可惜呢，我没有打 PVP， 所以还好吧。然后其实还有第二件要跟你们分享的好事情，就是我买到多一个加15戒指啦。哎，可能有一讲，胡牙不是给超出的吗？ No， 啊，这个只是拿来换的啊，超出只是我的玩具啊，我已经把超出的装备卖掉了一部分，只剩斧头。这边要提醒一个事情，就是弓箭还有舞娘的玩家，如果你想要知道那两个攻略，你们记得去上一个 RO 视频去留言加一或加二，加一是弓箭手，加二是舞娘，目前是舞娘领先。 OK，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就订阅按赞还有分享。我们更新后的加15修罗装备见，拜拜。